太阳出生，万物初始。每日早起用功，强筋壮骨，活血炼筋，将来才能在这苍茫山脉中有活命的本钱，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。平儿，你看，要这样。族长爷爷，不错，基本功扎实。小不点虽然是你们中年纪最小的，可也是最用功的。石昊，大荒辽阔无边，洪荒猛兽横行，你们若不好好用功，怎么去和这些猛兽抗衡？要大半个月了啊，用他的精元给孩子们养育，想必也不错。那还等什么？再不拿肉回村，我那婆娘又得离我耳朵了。哎呀，出山，和你这畜生拼了！狩猎，天才地宝出世。放下！你怎么回来了？山神发怒，把青灵鹰这个傻鸟吓走了，让我们捡了个大便宜。耶！不要亮了！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你可回来了！我想你了。哎，哎，这么大一道啊！
看不见的肌肉啊！你看我。张爷爷，我的阿爸阿妈快回来了吗？他们去了很远的地方，小不点儿。他们不想小不点儿吗？他们呢，可是最爱小不点儿的。走，爷爷带你去看看狩猎队抓到了什么。艰难兮，风雨雷电，无畏坚韧兮，此生不顾。